号往香坛请进场，六号李强请准备。让他从十一块步开始，来按键键，他都一样。
从 B 十一的 B 点。麦克风，麻烦请选手注意一下哈，因为刚才有些内容没有实施，所以我算你路线错误。你从第十一点 B 的调教快步开始。快步开始，麦克抓你的。调教快步。从 B 那里开回来。调教快步开始哈。算你路线错误一次，收到。我拄仔咧找，快步倒位，在那空的中啊。好，好换卡哩换，好不容易从 B 开始。他叫你从 B 快步开始 ，B 开始 ，B 快步开始 ，B 快步。不要跑，只要跑步了，快步直接过去就好了。今天讲这个快步，那个第十啊，第十改四分，因为他换脚。一次，我算他一次，一次，同样一个错误嘛。有的收到。